穿起来我觉得非常的轻肤，然后透透的感觉，有没有看到？它不会很厚，它不算是毛衣，它是混针织，所以我觉得它整体的效果是非常棒的。那整件的手感就是软 Q 软 Q 的，然后滑滑的，它不会是那一种毛毛的，让你觉得哇很不舒服的感觉。再来呢，一样哦，它的袖长是做这种小鸟依人的袖长，然后绿色的话又特别让我们的肤色跟我们的脖型都非常漂亮。黑色的话，你穿黑色的小可爱，我觉得会更好看更迷人。然后呢，来它就是这样子薄薄的，然后小高领，然后你可以折，可以内折外折，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，随便搭个西装外套、什么休闲外套、针织外套乱搭，真的都好好看。它是做这种超级冰凉的针织，然后呢很好驾驭，所以你到室内有时候会觉得哇，穿高领毛衣快热到翻掉，这个你都不用担心。然后围透的大小刚刚好，里面啊你可以穿正统的发热背心，或是像我这样 bra top 都可以啦，你可以自己去加，然后你也可以衣服再加衣服都没有问题。那我自己很爱这次的咖啡色，因为我觉得这次咖啡色穿起来很有女人味，白色全白搭小可爱，是不是有那种镂空的感觉？它就是透视感的，白色最明显啦。如果你不喜欢这种白色透视感的话，你就不要买白色。